我是贼，今天战神局拿着两把 AWM 跟他们比划比划，这开局一枪瞬击就这么顶，难道我是狙神附体了？这一局大家就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慢慢看，打了好几枪就是打不到啊，后面还有人偷袭，这没法玩了。队友能不能顶一顶啊？如果队友实在是顶不住，那只能我无敌站出身来。蓝队的超神选手被终结了。总是有一个男人，他要担当这一局，就是我无敌。来呀你！还在原地。其实这个图 AWM 比较赖的就是一枪一个，但有点不好的就是有时候你打不到人。细心的观众应该发现了，目前的比分已经被贼逼平，甚至是领先。这把还是不能太骄傲，对面也是有一个战神选手的。像我们这种打瞬狙的话，预瞄点一定要准，就你必须提前想到对面从哪个地方出来，然后直接卡一个先手狙。如果被近脸，几乎没什么希望。都说大家看到敌其实并不是打那么近点的，因为狙还是要拉开距离好一点，不然风险太大了。超神六连击，对面连击终止了，但比分还是非常接近的，必须到最后来一波小爆发。我感觉我已经人狙合一了。右手边还有一个战神，这一枪真的是水呀，差点就超神九连击。我为我的失误而感到深深的自责。不过左边还有一个好兄弟，一枪瞬狙，终于超神九连击。那再拿一杀，大家就凑个整数吧，凑个十怎么样？雷波精髓小绕后，对面好像是退了三个人，就剩下最后一颗独苗，还在继续战斗吗？就刚刚这波十连击，大家给几分？喜欢视频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